高手又有交女朋友，他妹的这么爽！波斯对西班牙，哎呀，那当然看 NBL 视角啦。西班牙弄人最爽，看西班牙弄干，看西班牙干弄人最爽。Monday? 冲啊冲啊冲啊！去干对方猪啊！冲啊冲啊！哦，对方猪都在里面，应该干不到。不过是可以卡人的，可以卡人。我现在比较喜欢卡人，不喜欢干猪啊。干人这么会收，这么会收，一下要把这个收到。弄能卡人干猪干羊偷羊砍羊，为资源世界第一，NBL。他以前没有这么强，最近这几年变好强，PK 单挑非常强。N 战队的哈，看这么有叫赶路哎，高手就是高手哎。高手就是高手哎、欸，我要是目前中国第一，不过离世界第一好像有点点距离啊，离这个 Larry 跟 Viper 上还是有点点距离，打比赛的时候还是打不赢，娱乐局或许是可以赢的。看西班牙怎么打。西班牙87%打塔攻，87%，然后波斯打法就多了，波斯算是蛮厉害的一个文明。几个村民射箭，一二三四五六五六个村民射两箭嘛，对不对？六个村民射两箭，偷出不一定偷得到啊，偷得到当然最好，但是不一定偷得到。吓死人啦！吓死人啦！快被他捅死了！高手一定赶路的，高手一定。匈奴，匈奴，推荐用匈奴。老中青最爱，又不用盖房子，是不是？用匈奴就对了，缅甸也可以啊，缅甸盖城堡，揍爆人。我觉得世帝国前面发展经济有点冗长，希望世帝国四可以把这点改进一下，你不觉得吗？有点点冗长，前期的这个5分钟10分钟讲解比赛的时候觉得很闷哦。前面升级没什么好看的，对不对？这高手很少失误的。很多地方要注意啊，多看直播，多看记录的，多看实况。我看，我也是，我自己也是看实况才变强的。以前我这个18、19加这边徘徊，能上2K，能上20加，觉得哇，好强啊！现在根本20加2K 根本是跟喝水一样。初试我会玩啊，当然会玩了。一定要支持一下，好不好？初时代一定要支持一下。不过感觉还早欸。是风车日吗？我不知道。那个我有买，4K 我有买。一代我们会玩一下，一代会玩一下。哎呦，NBL 这大围墙嘞，怕是不是？还是要打，还是要打龟？感觉是打龟哦，会怕是不是？感觉要打直城哦。感觉要打直城哦，要不然干嘛这么早回家？又感觉不是，因为没有这个，不是出肉打肉嘛。
装甲先装甲开局欸。不过没人挖，没有人挖黄金啊。狐狸里卖什么药？外药是打肉马五啊，波斯不打肉马是吃鸡鸡啊。这么干嘛靠出去外面？民兵来干嘛？也不打算升装甲，因为他的没有马。啊，这个只是顺便要死，这顺便要死，又被卡死啊！你看，卡到前面，卡到前面这里。你看，普通你的民兵是打不死这村民的，一定要靠马去卡他才打死，因为民兵走路是速度是 0.9， 村民走路是 0.7， 其实并没有慢很多，所以还是追得上。不追得上，还是追不上，所以必须靠肉马去砍。你们刚好有没有看到？肉马就砍在前面，咔咔咔咔咔咔咔，把这村民给卡死了。其实啊，一只民兵就赚了，一只民兵就算赚了，三只换民算民兵，又是防守强，又是双塔攻还好吧？塔攻就那样子啊，又是防守强。我感觉就是他出民兵和枪兵，就是一直骚扰他，然后让自己安全上城堡。毕竟西班牙嘛，上城堡有优势，有这个西班牙征服者可以用。不过又很强啊，中国第一不是浪得虚名的。这考共兵喽。其实要走越久越好，不让村民不要做事。对，让这三村民不要做事。是时候让放弃这些兵了。打完家打一打一，不要打团战。打团战你会被骂。打团战会被骂，要不然打 AA 也不错。大家可以找马丁呢、啊。村民数 NBL 领先一支。打枪兵就没辙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打枪兵再打马就没辙。啊，打塔攻啦！打塔攻啦！不过又知道他在干嘛吗？干嘛？他大胆打起塔攻哎、欸！富有创意耶，两个都蛮有创意的。因为少年怕被塔，少年就是前期会被弄会不稳。安安啊，村民数差不多了，毕竟波斯升村民快嘛，是吧？这是工兵打起来很痛啊。
嗝屁啦！右前面被乱的很蛮惨的，也不是蛮惨的啦，被骚扰了一下，会不舒服。NBL 上城堡了，怎么办？跟他对塔。NBL 是买上去的吧？盖了哨站，其实盖可以跟他逼他插塔，这样他就会比较慢盖城堡。失败盖城堡很恶心的，是吧？不过看你感觉要打马哦，打感觉要打马，哎、欸，打射箭场哎、欸，打马弓吗？失败打失败盖城堡是干嘛？西霸盖塞尔干嘛？感觉是打马弓哦。哎呦，打毛兵啊！他打毛兵啊！我说西霸，你又没有弩兵，你他妈盖这干嘛？毛兵可以啦，毛兵可以接受啦，但是对方打骆驼怎么办、啊？打骑士怎么办、啊？他是毛兵配枪兵吧？火枪城堡时代没有火枪哦，城堡时代只有征服者。当然必要咯，肯定必要的。高手才要赶路啊，低手就还是不要赶好。哇，就不懂你出毛病干嘛欸？我就不能出毛病干嘛欸？超乎想象欸。不过高手有他的考量，这点得到吗？是我会想办法盖城堡出征服者，我啦。高手他的想法我就不知道他怎么想，毕竟高手之所以是高手，就一定有他过人之处。继续插、欸，插给他死哎、欸！感觉这边一只塔就挂了，这边再一只塔就挂了、欸。赶快对，一定要赶快对塔，一定要赶快对塔。他盖城堡啊，不对他，直接买石头盖城堡。他又要盖神女来反制西班牙征服者。单 TC 哦，那又几 TC？
国际礼仪二题洗没有啊？不国际礼仪，但是二题就对。又是很喜欢剪一切的一个玩家。他现在集一波征服者去靠对方，不过又应该有神女啊，也不太怕征服者。征服者很怕那个神女，发射速度太慢了。骆驼加神女可打征服者，骆驼加神女。神女六倒是也蛮快的，哎呀，全部招走了。西班牙什么时候有骆驼？又不断收集遗迹啊！已经捡了两个遗迹了。这是个好习惯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又要跟着捡遗迹啊？但我觉得这波又会被带走哎、欸，这波又感觉被带走了，对不对？是必要的，要多练。又持续捡遗迹中，看遗迹收集狂哎、欸。包他，包他，包他！他的西班牙主力部队挂啦！被骆驼打假的、欸，被骆驼打假的、欸，有没有搞错啊？骆驼像有颗征服者哎、欸，哎，被打回老巢了，被打回东北老巢了。村民数差了接近。15个应该吧，只要出再开始出战嘛，我不知道干什么，他会压城堡啊。
没有，要在压城堡。那又已经点下帝王。西班牙不可怕哈，你看，你看又打多爽。要买正版游戏就跟人家连线。好多骆驼啊！他上城堡上地堡之后出这个重装骆驼骑兵，骆驼不太怕枪兵吧？对不对？骆驼比较不怕戳兵，比起骑兵，这里还要配眼镜呢。帝王啦！看这个又出什么兵欸，看又出什么兵。重装骆驼是肯定的吧？没有欸，又打又玩远程兵欸。四 D 干人家家就是马上被打爆的意思。贝尔不打得上帝王啊！你们看那个资源量，又感觉要出火枪。又感觉要出火枪，但真的出火枪啊！应该很稳了吧？西班牙没什么可怕、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怎么不懂他怎么城堡实在没有爆出大量的这个征服者，僧侣配骆驼打征服者算是蛮屌的。看他出长剑，他出长剑兵嘞、欸。然后这边跟双手跟这个从骑兵差不多强吧，
应该动不到这个 Y O 了，对不对？几兵配火枪这种强烈的阵型都出来了。GG 啦！从这边还可以啦，从这边可以。其实打火枪是这个麻绳提豆腐，提都别提啦。不打算上帝王欸，他没有资源。不用撑啦，观众觉得你要挂。真的有人说西班牙并没有这么可怕，没有什么最强。哥德不要说最强了，哥德连前十强都排不上。GG 了，完全没鸟用。